台上看到这六台脚踏车，飞轮有氧脚踏车，它是一个室内脚踏车的运动哈。那借由它脚踏车独特的一个设计，我们可以在室内里面就可以享受骑乘的一个乐趣。好，那它还有经过国家运动研究室里面研究出后，它一个小时可以消耗大概500到700卡的卡路里。哦，所以它在健身房里面是一项非常好的一个课程运动哈。那接着我们邀请我们的屏东县的大家长陶县长，好带领。县长这边我来帮你指导一下，放进来，好，然后这边红色的按钮按下去是刹车，好就会停了哈。OK。那接下来，请我们陶县长带领我们大家哈，一起骑出健康，骑出活力，骑出未来。请大家热烈掌声。